不明，海上不明，土星不明。预备，放，放。带刀护卫零五五型导弹驱逐舰南昌舰执行远训任务，首次面临外军抵近滋扰，拉响战斗警报，拿敌练兵，掀开前甲板垂发系统，进入作战。所以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，必须要快，要准。大陆官媒首次曝光南昌舰和外军近距离接触，画面出现外形疑似美国两架军机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同框画面。南昌舰开启各种雷达、火炮、导弹，进入备战状态，透过实战化演训，提高海军远海打击能力。一要看武器装备，二要看训练水平，就是在关键的时刻，预警探测体系能不能第一时间发现目标，能不能第一时间打得出、打得准、打得赢。万吨大驱南昌舰入列三年多，以出航及出征战斗姿态完成十多项重大任务，有多达112具垂直发射系统，配备高超音速反舰弹道飞弹、防空以及巡航导弹等，是目前解放军吨位最大驱逐舰。大陆军事专家张军社认为，大陆航母编队的指挥体系已经非常成熟，南昌舰融入其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